鸡腿的鸡。哎呀，那个是。公司级干贝跟一般干贝的差别。有点贵吧？生食干贝跟一般的干贝，跟普通的生食干贝哦。系啊。对，你讲叫嘛叫生食干贝。啊，你讲咩系？生食级干贝真的比较口感好吃很多，但是当然贵很多啦。我跟你讲，差别是多少钱？昨天我去吃饭，他那个干贝是煮的，他那个现在那种带那个组合的干贝，一颗不到5块钱，一颗可能8块钱。而生食级的话，如果是2A级的话，可能一颗是30块。哎，来吧，坐。30颗可能一颗到哦，不是哦，20颗1500，一颗到70块到80块，差别大概价格大概差了可能快10倍。他有公司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公司。主厂长，会会长，志源长，他们没有公司啊。他们只有自己的家，然后摊位这样而已。李峰长，早上这样我算蛮晚的哦，留货的部分，留货的部分我算蛮晚的。飞三件，上交，上交，上台六了。哎，我先去办好的，我办的干贝。今天这个媒体哦，媒体现切的哈、哦，你也北秋景西甲国吧？对吧？对哈。今天有现切的媒体哦，现切的媒体，一块100块。现切的班戟，那个大小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啊！你们自己去问一下市场价格，这个一块大概卖多少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，我不知道是一般的市场有没有卖现切班戟，我不知道。然后白仓是4500块，白仓是4500块。鳕鱼、鲑鱼啊，哎，五百块钱画出来的呀。羊肉炉2盒250。哎，品华刚好留东西吧？有，他有留刀一片。品华刚好留刀一片。
你要来。你哪只脚还没去？你过来。好。你过来呢？你过来呀。脚还还没呢，没呢。稍微零买啦，你来拢个少啦，你来拢。我可以去啊啦。这不要少来，300来。少林哟，没有，我没有，少林没有，没有呀，有货。啊，还在下货。第一条还没来，点吧。去过江里面，那个。哦，等一下，不用来，谢谢。多少一点啊？去那边啊。很切的哦，很切的，一个一百都上的呢，那多少钱？阿姐呢？没错。阿妹。我好了姐，我好了妹呀。高呀。妹呢？高，还妹不怕，只妹不怕，只怕好不老多妹。阿妹几岁呀？几岁？妹转了。阿姐姐，我多，阿姐姐无大妹呀。你讲两百块一个吧，我两百。啊啊，这谁啊？那边我弄青菜呀。你买八个。来，哥找我吧。好。邱劝脚，邱劝脚。哎，对。邱劝明天再不拉鱼哦。我等于给他加下。明天再哦。邱劝，明天你有那个不拉鱼的。这是你专门留给你的不拉鱼，明天有了。不拉，你还不过来啊？记得明天来拿不拉鱼哦，你最喜欢的那一种不拉鱼。何子去八卦山，何子去八卦山，何子去八卦山。一级六吧。决定。一九九五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。你借我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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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壳鲍鱼，那个生食几干贝剩一盒，300，生食几干贝剩一盒，1500，二 S 的，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还可以买什么。请问我是里面的员工还是忠实粉丝？你来要喝啦，你拜哪个？你家拜了，拜啥？你家？我都不是，我不是员工，也不是忠实粉丝。滴滴哦，哎，干你新部哎。宝贝呀。这个冰块给我可以吗？对呀。今天就拼国标。不要去，我去了，员工没弄劳力去。我不是员工，也不是忠实粉丝。来，谢谢。都不是。你也在台，他单皮包。我今年你要少年呐，要钱，要钱送几十几岁，等袂到，等袂到。你怎么少年？你遐怎么卖？我算辛苦。
所有的粉丝团和社团都是我开的，都是我自己弄的。你现在看的这个粉丝团跟他们的社团是我弄的。带壳鲍鱼有大颗一点的吗？没有啦，小胖，你要那个东西。今天这个大量，今天二十两，另外一点二，这二十两。哦，今天那这个是20颗的。还够叫啊？如果再大颗一点的话，要叫，还是你要直接跟他下？要不要跟他下？我的好嘛喂，用好两百，我的好嘛喂，两百好粗呢。浓缩的，浓缩不浓缩啊？看他有办法拿到一盒几颗的。买来一个一等一罐的。我知道你那个要买的要用的，一桌十个。老板，然后是350。今天的是一盒20颗的。不过免疫。今天的是一盒20颗的。100，200嘛，350。好像哎、欸、还有吗？这两个没给你。可能要叫货了，你要的可能不够。你给你买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帮忙哦？很好奇。赚钱啊！谢谢。哎，美也在订吗？啊，拍谁？一波啊，影片啊，粉丝团啊 ，YouTube 啊。我没有领薪水哈，我不是员工哈，我是拍完我就走了哈。大哥，你要几分早定命了？对啊，大哥，你要几分早定命？不用好奇，不用好奇。大颗你要自己吃的哦。那个最多可以一盒几颗啊？十颗的吗？有办法一盒几颗的吗？一盒十。你要你要你要我吧，你要自己吃的哦，还是要那种很大颗的。哥哥国早安，还是要那种很大颗的，看看拿不拿得到。一定拿那种最大颗那种包的。如果你要自己吃的话，看他有没有办法去进那一种，真的一颗超大颗那一种，超贵的那一种。可乐国，可乐国年轻人。可乐国的年纪跟我的摩托车一样哎。都超年轻的。我喝比较生意，没有生意，我吹中国比较生意的。剩那一盒而已哈。我加三百。你最好吃不起啦。欸、那一种超大颗一颗多少？我猜一下好了。不要不要啊！我知道那一盒，那一罐那个黑，车轮版黑鲍鱼是不是就等于一颗？车轮版的一罐是不是等一颗啊？是车轮牌的鲍鱼，一罐大概现在要到6000块，所以先那种大颗的一颗现在大概5-6千，对不对？那种大颗的鲍鱼现在大概一颗5-6千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是差不多。阿爸呀，阿爸。老板，有没有虾子？虾子有啊。不对，行。我忘了。还有条鱼啊。行，行啊。别了，弄你。对啊，车轮牌的，因为罗西达，
因为车轮海的，我有吃过一颗，我老婆去买的，大概几年前，是四五年前。对啊，那边。然后一颗就4000多了，然后我记得两年前好像涨到6000块，一颗涨到6000块，那今年的话应该更贵了。我觉得今年是一颗车轮海的话，我现在卡。十二，我几包？一包100是吧？哎，两包好了。好。贵啊！贵啊！我要两包。好。啊，化枝丸。化枝丸，你要整包的吗？100块而已。一包给我。好。找到了两颗两粒装，三路鱼了，16999，哇，没错。好，谢谢。今年至少6000块，一粒半，哦，那价格又往上跳了。从我四年前的4000-5000。两年前6000，今年到7000-8000了。哦，对啊。他在把这边。在，我在。两粒装三路里了，没有到8000啊。大概一罐大概在5000多啦，没有到8000的，有6000的，有5000多的，没有到8000的。然后一罐1.5立方的6000块，一颗1立方的6000块，6000块。我要帮你留2包 ，OK。老实说，车轮海我吃过一次，我觉得也还好哎，就比较软一点而已啊。你牙齿好一点，咬硬一点点的，那个6颗300块的蒙夹就好了。那个墨西哥螺肉，6颗300蒙夹就好了。不需要吃到一颗6000块的那个鲍鱼，它只是比较软一点而已。不需要，那个一颗6000块的，吃下去又没办法飞天，又不会大赚钱。吃过就好了。好，平华，我帮你拉留2包哈。快拉哈！这么快呀？吃完了没？不行，你多少？对呀，比较扁短哦。还没拉完。帮你留2包哦，看一下。CP 值高不高？那个在那个车轮牌那个很好买，那个你去台中的话，你去三民路那边就有专门在卖的，那个价上一大堆，你要买多少就买多少，不需要我帮你买。但是我觉得CP 值哦，我觉得还好，那一颗，那一口大概就是，你想想看，一口大概200块，你吃一口大概200块左右，都不止啊，你吃一口大概500块，啊，
重点是，我觉得我吃下去的感觉，我觉得说就那样。旅客东找，待遇后找。你们有人吃过车轮海吗？你们觉得有什么特别？我就觉得还好。等他帮我留两包哦。等他帮我留两包，跟鲷鱼片放一起。平华帮你留了，平华帮你留了。这个是两个。今天的人比较硬。朱黄文早，周家中早。周家中，你的留言被吃掉了。徐妹妹早。还蛮火嘞。车轮摆的口感是不错的，太贵喽。哎呀。我停下来，包了，包了来。我要，我会沙发，我吃沙发。沙发，现在沙发包了来。臭鱼，这臭鱼，这个无装起来咩来？沙发，臭鱼够食，臭鱼够吃啊，够吃够吃来，沙发来。好，再见。来，来，走来。